乱的社会，人人拢艰苦，唔通少想别人的同情伊的不顾。当初怪我太糊涂，对着别人的脚步，轰动的过去，谁人有？站在黑暗中。有沉重的气，不知何时才会当回去你的身边。夜头向天塔讲遍，今夜阮都一口开，真正的情意都。用欺骗拼出头顶一片天。我用生命换兄弟的志气，我用自由换青春的目的。我的用心的记忆，我用欺骗拼出头顶一片天。谢老师，谢谢。我们首先邀请子宏老师来为我们做讲评。宏文，哎，宏文今天就不是五百了啊、哦。对，恢复正常哦。周杰伦的。OK。你今天唱的歌有一个你自己的味道，我很喜欢你唱歌，就是很 man， 然后很释放那种感觉，这个很好。那只是有一个地方那个高音稍微紧了一点哈、哦，有一点太紧了。然后那个不要出头顶一片天那一句。乐队跟你的对应那个拍子，像尤其是有这种 session 的时候，那个拍子一定要咬得非常紧。好，你刚刚就两边都有一点点松掉的感觉，有点可惜。好，但整体来说还不错。啊，宏文，我觉得你就是这种兄弟愧靠的东西，你处理得非常非常好。我有为了这一首歌去特别看脚头。哦，为什么不看 manga？哦，都看看，我都看都看都有看过，毕竟 manga 嘛，这归你咯。是啊是啊是啊。但我觉得你是很聪明的歌手，就是你可以去像上个礼拜吉他，你就可以现学现卖。像这一次这种兄弟情谊的歌，你也可以现学现卖。所以其实你在这一方面的领悟力是很强的。不过就像刚刚老师讲的，你的高音上面可能还需要再琢磨一下，因为上次跟这一次我都从你的高音听到好像共鸣位置不是非常确定。我觉得这一方面你可以更勇敢的去尝试，去突破你现在的临界，你可能会小心，所以不太敢用某一些地方的力量。这一方面我觉得有待开发，开发了之后你应该会有更往上的一个能力可以出现。